名字叫赵飘安，英文名字叫 Abigail。我今天要为你们介绍呢，我们这个的优客马场。这里有很好的阳光，这里还有一匹马，你可以骑马车，也可以喂马。你看这些狗狗，这些狗狗是我们特定的。这一只呢，这一只我现在手上在摸的呢是喜喜。然后呢，这一只呢是它的妈妈某某，它的爸爸在跟它主人在一起，那就是在房间那里。这里是我们的小黑，那里是我们的德恩。然后呢，这里呢是我们的其他马，这一只叫呆子，那一只叫 Omega。我们这里有好多好多马，还有好多狗，还你可以做任何事，你不在这里想。你可以骑马，还可以喂马，还可以摸狗，还可以跟狗玩。所以呢，这就是我的这里。我要去喂马喽！没有，我要去喂马喽！好，去喂啊！再见。再见。